明经历了数十万年时间，在等待文明曙光出现的漫漫长夜中，一些早已逝去的生命偶然参悟了天地之间的秘密，他们把这些绘成了谜一样的天书，将它们深深刻在了岩画上。现在的人们能够参悟这其中的奥秘吗？大约6500年前，有这样一些鲜活的生命曾在这世上存在过，他们参悟过难猜难懂的生死谜题，他们有着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他们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在冰冷的石头上严刻下来。这里有日月星辰、风霜雨雪、英雄、神明，还藏着后代人暂时参不透的往事。先民们留下的这些岩画是一个个天书般的谜题，现代人能够破解吗？2008年夏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海滩上，人们正喜气洋洋地观看着舞龙表演。这是一次祭祀祖先的活动。事实上，祖先龙王，我们现在听到的神话都是一代代口口相传下来，经过无数人的修饰。那么这些传说的本来面目又究竟是怎样呢？大多数专家认为，远古时期留下的壁画中记载着神话的本来面貌。刘雄是连云港当地的考古专家，他一有时间就会去大依山附近观察。在一处低矮的悬崖边，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石刻。据当地村民讲，这里被老辈人称为美女石。这幅美女石上描绘的图案简洁质朴，它会不会与东方天书拥有着相同的作者呢？根据那个线条，这个女性的特征非常的明显，这个我觉得也许是我们先民们对一种女性的崇拜，也许就是我们大依山石棺墓遗址当时的某些氏族社会留下来的这种遗迹。经过仔细的观察，刘雄在美女石的一个角落上发现了一个严刻的很清晰的日期。我看了这个美女石以后，我总有一种想法呢，就是说根据我们的生活实际，我认为呢，这样的岩画很有可能呢，是地方上的一些施工啊。后来经过有关部门鉴定，这幅被当地人称为美女石的岩画是用金属工具刻画的，而且从风化痕迹来看，它形成的年代只在近百年间。与让无数考古学家魂牵梦绕的将军崖岩画、东方天书基本上没有关系。这里就是被命名为无字天书星象石的大依山石刻。自从发现之初，关于它究竟是不是海水侵袭而成的争论就从没有停止过。大依山上也有山顶上也发现一些贝类的海里的小动物的贝壳，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可以想象，大依山曾经在历史的某个阶段，
我们的海水应该和我们就在我们大屿山的脚下。当地考古专家魏银华认为，海水只在山脚，不可能造成星象石上的图案。仿佛是为了反驳魏银华的猜测，几天之后，陈龙山就在距离石棺葬遗址不足一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第二处布满石窝的所谓星象石。比较怪的就是什么？这一句所谓的星象石呢？这块星象石啊，它不是组成梅花形的图案，它分散的比较凌乱，但是有个别啊，还有相连的这种现象，相连的这种现象。人为和海石岩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我想啊，应该跟那个所谓的海石岩应该是有关的，因为它与每一个圆窝啊，都带有一种扣头状的一个小尾巴，跟那个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星象石是不一样的。在等待文明曙光出现的漫漫长夜中，一些早已逝去的生命偶然参悟了天地之间的秘密，他们把这些绘成了谜一样的天书，将它们深深刻在了岩画上。现在的人们能够参悟这其中的奥秘吗？那么是否可以肯定，连云港灌云县大依山脚下的两块所谓星象石都与附近的石棺葬等等人类遗迹没有关系呢？当地专家刘雄经过历史文献考证发现，这里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海退。康熙五十年之前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花果山，包括我们的这个易鲁山一带，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是在海中。那么这次海退事件是不是造成灌云县大依山脚下所谓星象石的图案呢？这块新发现的石头上面那一个个石窝会不会是海水侵蚀的呢？它与卧龙岗的星象石拥有相似的图案，但是这些图案会不会又有相同的成因呢？所以两处啊明显有区别的，所以说一处我们应该是大屿山石棺墓遗址这部分人刻的，一处应该是海石岩留下的东西。一段时间以来，有很多的专家都猜测卧龙岗所谓的无字天书星象石上的花纹不过是海水侵蚀的天然结果，但也有一些专家坚持着自己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魏银华常常在大依山脚下的石棺葬和位于卧龙岗的无字天书之间徘徊。对于步行的距离，他可以判断得非常准确。从这个大依山石棺墓遗址向南走，那么15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达。那么按照道理来讲，是属于我们石棺墓遗址这些原始人类生活狩猎的活动范围。那么大依山脚下卧龙岗上所谓星象石上的图案，是否就是附近石棺中人所做的呢？